身为一个艺术家和研究家，我们应该都要有本事能去诠释它，好，这是我们音乐家的使命。身为一个艺术家和演奏家，我们应该都要有本事能去诠释它，好，这是我们音乐家的使命。新北市有一名新秀钢琴师，去年荣获国际钢琴大赛银赏，前途看好的他却在昨天早上于住处坠楼身亡，现在遗书的内容也曝了光。他提到自己的右手在一场演出中受伤，身为一个艺术家，手没了就没有资格继续待在舞台上，看不见未来。他痛诉撒旦夺走了我的右手，撒旦要我别活在这个世界。而其实在发生憾事之前，五月份他也曾经在脸书发文写说，当一只潇洒不再回头的胖猫，不再更新，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抑郁心情。网友见状也难过留言说，他求救的信息超过三个月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悲剧发生，无情的世界欠他一个公道。另外，钢琴家的遗书当中也提到了母亲是用他的名义贷款了1000万买房子，他为了承担房贷还得去跑白牌计程车。爆料公社上就有网友截图，疑似是这名新锐钢琴家的遗书谈到，母亲用我的名义贷款1000万要我承担房贷，导致我每天为了房贷只能去跑白牌计程车。他曾经哭求妈妈解除信托，结果信贷从500万变成了700万，妈妈甚至还报警。他也提到小时候的家庭不幸，父母经常吵架，妈妈酗酒又抽烟，爸爸则有精神疾病，因为语言障碍，就是俗称的大舌头而被霸凌，在高中还被一位男生性霸凌，自己什么都没有，手没了，没资格留在舞台，要离开这个世界。网友也留言说，有这种妈妈好可怕，又有人无奈地说，网络霸凌的人永远不知道自己在霸凌别人。而这也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？其实钢琴家的遗书当中也提及了高雄魏武云曾经邀约他排练杜兰朵，结果遭到了换角，疑似是造成坠楼的原因之一。而高雄魏武云也做出了回应。歌剧的制作的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在排演的过程，因为歌剧的演出是需要交响乐团来搭配，我们在排练的时候，因为交响乐团不可能每一次都会在场，所以都通常都是只有最后一个星期才会有交响乐团真的入场。那他的工作就一直维持到这个乐团正式进场以后，我们就不需要这个钢琴。所以钢琴伴奏他就是在排练的过程里面来负责执行这个工作，通常跟钢琴伴奏是不会在演出里面有任何的角色，因为我们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他讲说，讲好你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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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什么时候来做好，所以根本也讲不到取消。好，刚才听到高雄魏武营总监简文斌表示，歌剧在演出前本来就需要有钢琴伴奏来代替大型交响乐团，在排练时无法全员到场的部分，但这在以往都只在排练时有需要，双方也并没有约定要让杨姓钢琴家在歌剧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，但没想到造成了双方的误会。对杨姓钢琴家不幸离世消息，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深表遗憾，愿逝者安息，亲属保重。新锐钢琴家在自家弹琴直播，标题却标注最后一次直播，乐曲结束，钢琴家轻生，网友超震惊，还发现他留下的文章原因提到高雄魏武营。文章中还记得高雄魏武营简信总监要我来排杜兰朵，结果最后练了半年，他找了别人说目前不缺了，怀疑就是轻生原因之一。这位钢琴家他是有所误解，那他的工作就一直维持到这个乐团正式进场以后，我们就不需要这个钢琴伴奏，钢琴伴奏是不会在演出里面有任何的角色。
魏武营事后发出声明，邀请是在2020年1月属于一般交流性质，因为疫情爆发，最后以2019年首演班底排练，但网友不买单，留言怒轰。死者离开没多久，魏武营就很快速的发表了这篇声明，到底想证明什么？是因为心虚要赶快发声明吗？逝者有名有姓，不是随便某个钢琴家。身为一个艺术家和演奏家，我们应该都要有本事能去诠释它，好，这是我们音乐家的使命。先生的29岁杨姓钢琴家是名新秀，去年还获得国际钢琴大赛银赏。他说自己命运坎坷，获奖后母亲用我的名字贷款1000万买房，要我承担房贷，为了房贷跑白牌计程车，哭求妈妈解除信托，却从500万加码到700万，还报警抓我。杨姓钢琴家到处表演筹钱，甚至直播标题都有写明婚丧喜庆都有接，揭露自己坎坷人生，控诉母亲逼买房过户，导致他背负近1000万债务，恐怕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身为一个艺术家和演奏家，我们应该都要有本事能去诠释它，好，这是我们音乐家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ll Your Care。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ll Your Care。